啊，你看我们又被他耍了吧？前天跟我们说的好好的，昨天给我们解决，结果呢？昨天来了人都找不到。没事，我们从今天开始堵着他的门就行了。啊，明天我们再找人把他那边的门也给他堵上。啊。他不出现怎么办？刚刚给我打电话了，可能是我们堵着他的门，他们员工给他打电话说，我们把门给他堵了，他什么都做不了。他刚刚给我打电话，等一下他过来了。咱今儿就搁这儿等着他吧。小鹏总千万不能再信任了。嗯，今天就在这等着他。我们不能再相信他了。对，对，不能再信任。又是大骗子。行。那边过来了。不用，你说站在这儿不用动，不用动，都站在这儿不用动，让他自己过来。嗯，但他没办法，堵着他的门都没办法。是。赶紧把车给我挪开！赶紧把车给我挪走。你干嘛？干什么？啊？我们现在都动手动脚了呀。啊？怎么动手动脚？我跟你说。把车给我挪了。哼，你看。怎么做成？我感觉你现在你脾气还不小呀，哎，嗯，你把我们当大傻子一样。我不想听你说那么多。前天说的是不是？别动，别动。你前天是不是说的？你前天是不是说的？昨天把事情我们解决了，是不是？什么时候说了？我什么时候说了？哦，现在你自己说过的话都不承认了，是不是？别跟我说那么多。我跟你说，哦，你记着弟妹，我还叫你弟妹，你记着。你既然耍我们了，行，那我们就按我们自己的方法来。今天堵你这个门，你记着。挪不了，别说今天不挪，明天也不会挪。我们按我自己的方法来，今天把你这个门堵了，放心，明天把那个门也会给你堵了。跟着他，就跟着他，哪儿也不让他去，啊？松开。堵，哎，你们别拉着，就跟着他就行，拉着他，不，都跟着他就行。